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哎呦，玄阶气石！啊，我的天哪！霸气啊！啊，这东西很值钱吗？值钱？哎呀，这气石啊，是契丹和契经的原石。哎呀，你有钱都买不到啊！我那二维水契丹，就是这种气石。 炼制出来的，嗯，哎，这石头怎么有四种颜色啊？你看，这青、紫、蓝、红四色，分别对应风、雷、水、火四种气石。哎呀，这回赚大了，赚大了！胖子，你这吹的有这么厉害吗？胖子，问你呢。 胖子，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好歹以海都首富韩家的大少爷，你还稀罕这几块破石头？我要是能找到一块地阶气石，也算没白下这个天字幕了。把苏苏姑娘背上，赶紧去和小林他们会合。走了。哎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再扣一块，再扣一块。哎，一会儿出来随便你扣，现在赶紧走。 天启哥哥，老板，你干什么？赶紧救天启啊！来不及了。
你这个霸气啊。这鱼，此鱼名为玄冰鲤，以寒气为食，多处极阴之地，如若沾身便瞬间自凝成冰，不想会在此处遇上。啊，那天启怎么没成冰棍？看来你这个老江湖也不怎么样吧。别管那么多了，先过去再说吧。哎，等等，我先看看这桥结不结实啊。安全，可以走了。什么呢？快点快点快。妈呀，这桥要断了，快跑呀。前面的尽头好像就是主墓室。哇塞，这架势肯定有不少好宝贝。满脑子都是宝贝。哎，咱们快走吧。人呢？小玲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？看看清楚，这是三个大老爷们的骸骨。还真是，都死了还作弄胖爷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似乎是某种钝器。这纹路好像……怎么？难道你认识？我想的不是这个。倒斗三界名令，天字木，不可盗。谁会有这么大胆子？是啊，况且外面有机关锁，还有两个石头人守着，想要进来这儿得有多大本事啊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家哪一代族长瞒着你们张家偷偷下了天字墓？胡说，我们张家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我说笑的，到时候你回去跟你大伯说一声就行。现在咱们要紧是赶紧找到老白他们。回头我问问医术就知道了。你赶紧把素素姑娘背上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我的妈呀，什么东西？一个小虫子就能把你吓成这样？起来，赶紧背上素素姑娘走吧。这人去，怕不是被这虫子给吃了吧？行了行了，看你这胆子。胖子，你把人放哪儿了？我就把它放在地上了呀。这怎么说没就没了？
没准他醒过来自己走了。算了，等找到小林他们再说。走。走哪边？左边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张门主，何人将你伤成这样？顾清辉，此次顾清辉倾巢而出。好个顾清辉！老三，跟我去宰了他吧。楼兰堂口已被全毁，我看清辉于此行只在楼兰天子墓，求门主需尽快将此事禀报族长。难道国清会真与玉无间联手？什么？玉无间？网门被断，族长便料定此事必有玉无间插手，否则凭他国清会，看来此事十分棘手。快，快！少爷，少爷应该去往天子墓了，你们快！你们快去护他。有白河愁在他身旁，一时片刻不会有事。你怎知白河愁随天启少爷一同？与天启同行的人中可有可疑之人？韩家少爷、小姐，还有一个姑娘，只是此女身患重疾，不像是姑娘。什么姑娘？听天启少爷说，是他们此行的向导。我见到他时，已是病得不轻了。难道他来了？天启少爷就拜托求门主了。此时正当我张家用人之际，张门主且好生休养。你二人便留在此处，护张门主周全。哥。叔，怎么办呢？应该是触碰了机关。咱们都在这里转了十几次了，不会又转回去了吧？怎么又走回来了？天启，你说咱们是不是遇上什么邪乎的东西了？你个死胖子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满脑子封建迷信啊？哎，你还别不信啊，咱俩在桃花源不是明明遇见过吗？啊？胖子，你是不是吓傻了？我什么时候去过桃花源啊？五年前呀、啊，你。五年前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哎，胖子，你说的那个桃花源在哪儿啊？哎呀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不是跟你去的。不过我在那儿真是遇见了同样的怪事，在树林子里来来回回啊，走了几个时辰。那后来你是怎么走出去的？后来，我遇见了桃花仙子，她把我们领出去的。啊、那身姿。那、啊、长腿呀、啊，真像仙女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，赶紧找路，不然咱们都得困死在这儿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哎，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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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破罐子疼死胖爷了！胖子，安静点，你听，有声音。哎，这还真有声音，好像是有人进来了。怎么叫得那么惨？不会是小玲他们遇到危险了吧？哎呀！好像是男人的声音，是老白。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楼兰的历史与地理，这次的地灵大学堂，我就来和大家说说楼兰的经济与文化。汉书西域传记载，鄯善国本名楼兰，王至千尼城，去阳关1600里，去长安6100里，户1570，口44100。作为丝绸之路上重镇之一的楼兰，小小的地方就有人口共计14000多人，而且商旅云集，市场热闹，还有整齐的街道、雄壮的佛寺、宝塔，其经济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繁荣。东晋高僧法显记载，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，但以坦褐为异，其国王奉法，可有4000余僧悉小成学。由此可见，楼兰人的穿着已和汉朝无异，而且还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。可惜自1900年楼兰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以来，世界各国的考察队纷至沓来，掠走了很多珍贵文物，让我们已经很难还原当时楼兰的景象了。我们鄙视这种强盗式的挖掘盗窃，希望大家自觉保护祖国的历史和文物。花仙，花仙来救我们啦！不要，老青花竟然要困死于此地吗？要想平安走出这里，还需要你协助我。这个九宫八卦局暗藏两个阵眼，分别在震位和坤位，星位运转相同，可解。想早些见到你妹妹，就赶紧过去。